为他是零了。哎、欸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然后帮我剥虾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怕怕的，就是说没关系，跟祖安睡在一起。他有时候会懒得洗澡。看观众接不接受，请大家多支持欧总商购《夏日青春冒险》，里面记录了我们在夏天这段时间的所有冒险，那希望可以在秋冬带给你们一场夏日之旅。